当我突然装哭我家狗子的反应，连忙从房间跑出来的图图，你出来干嘛？你又帮不了我，你去睡觉吧，你不用你管。双十二剁手花的连吃饭的钱都没了，算了，你别管这事了，两块。你确定这就是爱吗？这家伙把存了好久的两块钱都给我了，你明天吃饭都没钱了。图图，你对妈妈太好了。没钱吃饭的图图有多可怜？下午听到妹妹在按铃催饭，躲在墙角的图图因为囊中羞涩，被我看到后立马转头回房间。看到你了，出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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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到边上来。这顿饭妈妈请客，不收钱。今天你们挑自己喜欢的，敞开了吃哈。妹妹率先挑了主食肉饼，杰瑞挑了鳕鱼脆，图图挑了一瓶乳酸菌，转头又去货架拿了一包磨牙卷棒。你还真不客气哈。吃吧。图图在先吃主食。嗯，琪琪吃完了去看图图碗里，图图又看琪琪碗里。好了，吃完饭给你们发磨牙棒了哈，杰瑞一个，妹妹一个，好，图图一个，不要急了。又是开心的一天。你们见过这么喜新厌旧的狗子吗？昨天新买的狗窝到了，刚一拆下来放在客厅，这家伙立马抛弃了原来的狗窝。毯子给我盖好。不用盖也暖和，这破毯子用那么多年了还那么喜欢，新狗窝睡的就是香。给图图一点惊喜。图图过来过来过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来了。你看，这全是你的，你站起来看了。上次卖的纸箱的钱都在这里了。好了，你别赚了，你得省着点花，别老是请客。我要去请弟弟妹妹吃饭。迫不及待地跑到客厅，看到弟弟妹妹又睡在一起，听到干饭，弟弟妹妹马上就问：今天我请客，给大家配饭吧。牛肉生骨肉一勺，美毛的卵磷脂精华，每天吃点果蔬。吃吧，都特别喜欢喝奶。对比一下身形，图图吃完了在那晃悠，妹妹也吃完了，地包天还在吃。麻烦把账结一下，三位一共消费10块。这两个小家伙又睡在一起了。叮叮叮，买单。今天看到我正在收拾行李，躲在角落的图图一声不吭地看着我，估计以为我不要他了。图图过来。这家伙竟然直接跳进我的行李箱。妈妈就出去两天，然后这两天爸爸喂你们三个，你们不许打架哈，尤其是杰瑞不能欺负哥哥，听到没？图图听懂了吗？来握个手哈。一下高铁赶紧让图爸发两个视频过来解解馋。这家伙自己开门到门口去了，他现在一直睡在门口，你鞋子上。图图，是我，是妈妈，你进去睡觉好不好？过两天妈妈回来了，给你搞好吃的，你去睡觉好不好？你跟着爸爸去睡觉，你去房间里睡。对，你去房间里啊，去吧去吧去吧，在房间里睡，不用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不要跳，直接去房间。对。图爸说，我离开狗子们的这几天，三小只一有空都会去门口看看，一听到一点动静都以为是我回来了。
尤其是图图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趴在门口。我回来啦！我不在家，狗粮都不好好吃，给你们加餐哈。好好好，不要急不要急。我估摸着我不在家这几天，他们三个天天吃狗粮喝白开水。慢慢吃。现在不生气了吧？啊，给妈妈摸个肚子好不好？今天过个有仪式感的平安夜吧。你去把你那红色的圣诞小披风拿过来哈，去吧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，嗯，是去年的一件哦，去年那个。好嘞，转过去让我看一下后面。妈妈，好不好看？真好看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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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看好看好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今天给他们开个餐盒，搭配狗粮吃，加两块苹果。你们看杰瑞就盯着食盆，我把他碗拿开，醉了对他。好，可以吃了。土豆和杰瑞都吃完了，你看妹妹，就剩下苹果她不吃。今天的吃播就到这里啦。最后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哦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情，那个曾经泪痕严重到不忍直视，又有先天性隐睾、牙齿地包天，喜欢躺着睡觉，还喜欢学我匍匐前进，吃饭永远只盯着自己饭碗的狗子，他今天四岁了，开一个奶酪，加点眉粉点缀一下。今天是哪个小可爱的生日呀？灰头猪杰瑞上线，有可能是地爆天的原因，吃东西的吃相不太好看。委屈的图图看了一眼杰瑞，我又没打算吃弟弟的，他干嘛凶我？杰瑞生日快乐哦！以后你答应我不欺负哥哥了，好不好？你看哥哥多可怜，都不敢靠近你，是不是？除非妈妈也给我加餐。当我和图图说我把弟弟扔了，图图，跟你说个事哈，你不是老怕弟弟吗？老欺负你是不是？今天妈妈帮你把杰瑞给扔掉了。哎，这家伙竟然马上跑到客厅去找弟弟。确定啊？真的爱我吗？真的。我真的把弟弟扔了。我不相信，我不要。在门口愣了好久的图图，发现弟弟真的被我扔了之后。暗示我去门口。图图，我扔了就算了吧。天这么黑了就不出去找弟弟了，你不是也不喜欢他吗？真的。那弟弟以后还欺负你怎么办？好好好，我们出去出去出去。